朋友们好，我们还在兰州这个维修厂，很多人关心我们的车修好了没有啊。今天给大家说一下，昨天换了那个方向机，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。然后厂家的话就说那个可能是那个油管的问题，然后就发货油管的话，今天礼拜六嘛，可能就发不了货，说要发货的要三四天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货发到江西吧，我们要往江西的方向，然后就出发了。到江西之后货那边也到了，就可以修了。我们要出发啦。他那个厂家说了把货发到江西去。江西是吧？我们去江西修吧。啊，反正我们要去江西。换个油管，他的那个油管问题。油管。可能是油管的问题，输油管问题。行吧，赶紧出发吧，走吧。吃个饭再走。吃个饭再走，去哪吃个饭？又吃个面去啊？对啊。那行吧，走，我们先吃完面再走，走吧走。就去我们昨晚吃那家。是吧？好吃啊。呀，你倒我一杯水。用错你都没喝完。那水放那里肯定的，都踩到了吧？我刚给他们吃饭了。现在吗？嗯。现在给他们吃饭吗？我刚刚吃过了。哦，刚刚给他们吃过了。对啊。吃完饭不得带出去啊？他早上不是拉了吗？嗯。对啊，一会儿嘛，一会儿我们休息的时候再给他带出去玩一会儿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先吃中午饭。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啊。还是你吃面吃的好多。两天都没煮饭，都是吃面。把那个窗户关上。钥匙呢？把手机拿着。走吧。来到兰州这两天净吃面了，不过这一家的面还不错的，京城好妈妈面片，它这里是种面片的，昨天晚上吃了，今天琪琪还是特别喜欢的。最后再吃一顿面，我们就要离开兰州了。还有一些小菜。今天要吃哪个小菜？要不要来个这个？就来一个这个吧。我找个位置啊。看我们的面上来了。这是昨天的客户。对啊，昨天七七心情不好，所以昨天带他吃好吃的，特别喜欢吃这边的这个面。今天再吃一顿，我们就要出发离开这边了。非常大蒜。你看这个面，这个是炒的，这个、是炒的面，它这就是面片的。然后还加点东西。这个是汤的。汤的。然后我们再搞一个猪皮儿。一定要配个大蒜。啊。因为大蒜才有灵魂。对呀、朋友们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。